诸位法师、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大经国注第797页，从第一行看起。这是经文啊，我们看注解：不当嗔怒，至诚忠信。这是第一句，为人臣的事善，十善业道里头所说的啊，嫉妒他人之甚事啊，别人好事自己心量小，不能包容啊，就会嫉妒别人的好事，无论是在德行、地位、财富啊，比我好的都受不了，都要想尽方法去障碍他，去打击他。又害贤，这叫嫉妒。贤是样样都比自己好的啊，这是心量小，小心眼，容不下人啊。下面是贪嗔，这个是讲好吃啊，对于饮食非常考究啊，都是欲望啊，这个是食的欲望。今昔大乘一章里面说，吝啬财法成钱啊，有财不能帮助别人，有法不愿意传授给别人，这叫吝法啊，这个都是属于我也。世间人不知道，佛知道
我初学佛的时候，我记得第一天跟出家人见面，就拜访张家大师，可以算是正式学佛。在这之前，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，那个时候对于佛是哲学的概念，老师把佛法介绍给我，告诉我，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，我们学哲学，大乘佛经是全世界一切哲学里面的最高峰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这些从来没人讲过，没听到过。我是这样入了门的。方老师，这一个单元就是佛经哲学。讲完之后，我接受了佛法，对佛法产生兴趣，开始逛寺庙。以前不愿意走进寺庙，这逛寺庙目的何在呢？借经书看，因为在那个年代，生活非常艰难，这个书店里面没有佛书流通，找不到佛书。全台湾印佛书的只有两家，第一个是台中的瑞城书局，第二个是台南庆芳书局。这两个书局印的佛书种类很少，多半是金蝉佛寺用的，早晚课诵本用的，数量少，数量也少，种类少，数量也少，所以我们想学习的这个典籍都找不到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到寺庙借大藏经来抄。那么大藏经是不能出门的，所以我们利用假期，从早到晚就在寺庙里抄经，我们想学的东西自己抄。我记得我还抄过十几本，张家大师告诉我，教我修布施、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为布施。那么财布施，我们每个月收入很微薄，没有能力用财布施。老师告诉我，财布施是因，得财富是果报。这个世间富贵人家，他那个富贵从哪来？过去生中修的有因，这也是他应当得到。发布施是因，聪明智慧是果报。无微不施是因，健康长寿是果报。所以修这三种布施的三种果报一点都不假了。我跟老师说财不行，没有这个能力。老师告诉我，
一毛钱有没有？我说一毛钱可以。一块钱有没有？一块钱还行。老师告诉，长存布施的心，遇到缘，随分随力，都是圆满的布施。我们这才明了啊，佛家讲的很有道理啊。你身上只有两块钱，你把两块钱都拿出来了，这是圆满布施。不论你多少，你圆满了，圆满的福报最大，是吧？福报也圆满。教我学的三种布施，不可以吝财，吝财得贫穷的果报；吝乏得愚痴的果报。法布施、无为布施，果报健康长寿啊。那么如果说不愿意修无为布施，这人的身体不好，体力差，多病，因果报应是这么来的，我们就明白了。那么从这个之后就学会布施了。半年之后果然这个收入就多了一点了。多我们就多布施。自己的生活非常节俭。在那一段时期当中，我年轻啊，大概30岁之前，我每个月的生活费用，我自己开销，大概不超过20块钱，那时候的台币。最少的一个月，省之又省，大概就是付了剃头。我记得是用了8块钱，最少的一个月，最多不会超过20块钱。我那个钱省下来干什么呢？全买书买掉了，所以我的朋友同事告诉我，你的钱都被书店骗去了。喜欢读书，书读完了之后，那个时候还念法，我对书很宝贵，我不会借人看的。借给人看，他把书给我弄脏了，他不知道爱惜书，所以我都不愿意借书给人。其他的没问题，到以后慢慢学，书也可以借人看了，损坏了也渐渐的懂得不计较了。这叫练功夫啊，这叫修行啊，修行修正错误的行为。在哪里修？要在实际生活、对人、待物，在这些地方修。如果没有实际这个活动帮助你真正去落实，很难。不但读的经典得不到受用，对经典的理解也会产生错误。所以这个经典呢，一定要信。论语上说，学而时习之，习就是干了，学了之后要落实到生活，落实到工作，
落实到待人接物，学了管用，就产生法喜，不亦乐乎。佛法说常生欢喜心啊。所以这个天我们讲到解析啊，这是学习三种布施利益别人啊，自己才会得真实利益。这个终悔是后悔，信量不坚，先信后疑，这叫终悔。终悔功德不圆满啊，为什么会终悔？这个地方说得很好，怀疑，先相信，做了，做了之后后悔，啊，是不是上当了？是不是被人骗了？现在，这种事情的人太多了。啊，哪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没有终悔过？啊，没有终悔的人，那有智慧。他有分寸，他有标准。啊，有智慧，有能力。断我修善了，他得到真快乐。怀疑，狐疑，动物里面狐性情多疑，所以讲到怀疑，就想到狐狸，犹豫不决。啊，这叫疑。一念害善根呐，譬如毒刺啊，佛经上用这来做比喻啊，怀疑把善根断了。特别是在佛法，如果对佛法怀疑，先学，学了一段时期，好像没有什么殊胜的效果啊，善的报应就怀疑了，不学了，去学道啊，去学神仙，很多啊，经教学怀疑了，再去学密咒啊，去念咒，所以这一类状情形我们也看到很多很多啊。一个人学东西，疑真的是最大的障碍。中国古人教人，无论是法佛法儒释道，都是这样教人。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那现在这个时代，真喜欢教这些老师，找不到学生。真喜欢学的学生找不到老师，这叫缘，缘不够啊！啊，我这一生生活在战争的年代，
啊，前几天同学们放个电影给我看，二战、二次大战拍这些纪录片，那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的生活环境。啊，日本人对中国发动战争，是民国26年，我11岁。啊，我是民国16年生的，11岁就过这种生活。啊，抗战8年，8年过的流浪生活，一家4个人，分在4个地方。一年难得有一次团聚，确实很可怜的。啊，战争是灾难的，不知道死多少人。这个是人类最大的罪恶。以后我们学佛完全明白了，战争有没有好处？双方战死的人在哪里？都在地狱。那为什么？成会堕地狱。战争成会的对象就是敌人，对方。想尽方法要把他杀掉，你杀他，他杀你，啊，发动战争的人，指挥战争的人，参与战争的人，通通都是造了无间地狱的罪业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三途一度五千劫。他什么时候离开地狱？不是论年算，论劫数算。多少个劫数？5000劫。这是能干吗？不能干。佛说得很清楚，说得很明白。啊，参加战争也有不少学过佛的人，读过佛经的人，为什么还去干呢？怀疑。佛说的这话真的吗？真有这么严重吗？不信的。等到相信的时候，太迟了，来不及了。死了以后，你被小鬼抓去带走了，这个时候后悔，来不及了。啊，小鬼抓你到哪里去？把你送到地狱去。啊，尤其是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啊，生生世世。所以我们知道啊，真的有不少人，不少的众生，无量劫来都在地狱受罪，没法子出来，没有缘分出来。啊，他们天天念叨
家亲眷属能替他超度。超度虽然不能出来，可以减轻他的痛苦。啊，几个亲朋好友肯替他做的。真的，特别是在这个年代，这个年代信仰几乎崩溃了，几个人幸福？几个人相信因果报应？啊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不是不报，时辰未到。所以佛经上把怀疑比喻作毒刺，故万善同归极乐，皆性根而拔一次。底下一句要当孝顺，这就是《观无量寿经》里面讲的孝养父母啊。见于彼经三福之首，我们前面念过敬业三福，第一句就是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啊，第一句一共是四句，四桩事情。那么现在教学都困难，为什么困难的？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根被拔掉了，谁拔掉的？许多人呢，追究这个原因呢，啊，追到原因是谁呢？原因是慈禧太后。慈禧太后并没有真正破坏传统文化的根本，没有干这个事情，但是他疏忽了，他对这个不重视。啊，中国的社会对于长辈、对于老人都尊重，老人说的话没有人不听，为什么？他经验丰富。啊，人民都尊重国家领导人。啊，慈禧太后执政，大家都向他看齐。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不重视，于是民间对传统文化的信心就降温，啊，降到满清王国。怀疑就相当严重，啊，在民国年间，民国初年，啊，抗战，也就是说，民国三十年之前，我们还能够看到孝养父母、尊师重道，啊，断恶修善、修十善、十善、十善业的还有不多了，社会上有，
而且常常可以看见，不如民国初年那么普遍。而民国初年的时候，又不及清朝末年那个时候根深蒂固。啊，这一个时代不如一个时代滑坡。到抗战胜利，日本人投降之后，战争是赢得了，传统文化整个降温了。啊，许多人呢都放弃了，不学了，学校里面不教。啊，私塾是从抗战前，好，我记得是抗战前一年还是前两年废除了，国家不承认私塾，所以私塾就没有了。啊，抗战胜利之后，社会一片混乱，啊，人民确实很痛苦，啊，国共战争，共产党统一中国，啊，对于传统文化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，把全国人民对传统文化的信心失掉了，没有人再相信了，所以今天要复兴中国传统文化，有一定的困难。那复兴中国传统文化，是最近这几年，才有一部分人看到社会的混乱，怎么办？怎么救？如果不救，这国家还会能存在吗？那我对于这个有一点印象不深。那是在我七八岁的时候，我们还没有离开老家，住在乡下农村，我们是农村里面长大的孩子，但是农村有私塾，见过私塾，见过祠堂，啊，参加过祭祖，每年清明冬至祭祖，那我们小孩都要去拜祖宗，有这么一点概念。啊，知道那个时候人心厚道，人与人之间有爱心，还有伦理道德的模样，啊，并没有完全丧失。啊，社会大众还讲求仁义礼智信，啊，特别是农村，农村人淳朴，保存的时间久一点，啊，都市的人比不上农村人厚道。啊，所以这三福是佛法入门的。
为什么现在这么难？老师找学生，孝亲尊师的学生没有了。为什么要孝亲尊师的学生？唯有孝亲尊师，他能学得进去，他真学。啊，不孝父母，不敬老师，老师给他讲的，他没在意。啊，没有把他放在心上。所以右面耳朵进去，左面耳朵就出去了。这是老师找不到学生。等到学生想学，老师凋零了。中国在过去五四运动讲新文化，全盘西化，要向外国人学，中国东西都没有，文化大革命彻底铲除，不要中国东西，学西方。那么到今天，西方成问题了，西方发生问题了。啊，西方人现在积极在追求东方，东方中国是主。啊，所以我在信息里面看到的，英国人带头从小学、中学、大学所有的学生都要学中国文字，学中文。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做，未来的世界是中国，中国文字在未来就像现在英文一样，是世界通用的文字，他现在真干。那不但他真干，学校真干，而且他们学佛，借取佛经编入教科书里头，小学课本、中学课本、大学的课本，这个中国文的课本里面有佛经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现在有人有这个警觉性，还有一部分人没有，那是这个前瞻的能力比较缓一点，没看到。我相信三年之后，中国人会找老祖宗。为什么？全世界人都拜我们老祖宗，我们要不要去找老祖宗？跟外国人学吗？外国人要我们老祖宗，我们老祖宗有能力、有智慧来化解现前世界社会问题，真的不是假的。外国人学习真干，比我们热心，比我们认真。我这两年常常在想，十年、二十年之后，大学没教授了。为什么没教授了？
学生不想学，这个问题60年前已经发生了。是我们这个年代，我26岁，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。我们的愿望只想得到他老人家同意。他上课的时候，我们到学校去旁听。其他的不敢想啊，老师写封信给我，约我到他家里见面，啊，这他回我的信。我跟他没人介绍，是自己介绍的，写了一封信，写了一篇文章送给他看。一个星期之后，他写封信约我到他家里见面。啊，见面的就谈到我。啊，他问我学历。啊，我说我初中毕业，抗战期间失学3年，3年没念书啊，天天逃难。啊，全靠两条腿走路啊！抗战8年，我走了10个省，7万里路啊，没机会读书，没有安定的居住所，啊，老师问我，你有没有骗我？我不敢骗老师，完全是真的。老师说，你写的信、写的文章，我们台湾大学学生写不出来。啊，所以他怀疑。哦，我说我虽然是学，喜欢读书，啊，没有在学校，但是我没离开书本。啊，喜欢读书。老师接着就说了，他说现在的学校，65年前，那是学校，先生不像先生，学生不像学生，你要到学校去听课，你会大失所望。我以为是老师完全拒绝了。啊，听了这个话，心里很难过。啊，这个梦想化了，不能实现了。啊，停了大概有7、8分钟，我看着他，他看着我，最后老师说了，你真的要想学，你就到我家里来。啊，我们约定每个星期天，上午9点半到11点半，这2个小时给我。这是我们做梦都想不到的。啊，什么原因呢？刚才我说过了，遇到这一个学生想学，我遇到那个老师想教，他想教没学生，我想学没老师，我们这遇到的时候好幸运了，啊，就非常欢喜啊！我们的课就这样上的，啊，1个星期2个小时，我也不需要请假，星期天放假。
啊，不必上班，给我讲了一部《哲学概论》，分作四个单元，最后一个单元《佛经哲学》。啊，我们上课没有课本，完全听老师口述。我带了个小笔记本，啊，课是这么上的。最后这个单元，我就好奇，我向老师请教，说佛教是宗教，宗教是迷信，啊，尤其是佛教。宗教里面，我们听说，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神，宇宙主宰神，创造万物的神。啊，低级的宗教是多神教，什么都拜。我们把佛教看作低级宗教，看作多神教、泛神教，啊，老师就跟我说，说你年轻，你不懂，确实，我们一生从来没有听说，听人家讲过佛经是哲学，没听说。啊，老师介绍给我，释迦牟尼，他不说释迦牟尼佛，说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。那我们学哲学要找谁？当然要找最伟大的哲学家。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你看，开端这几句话就把我折服了。这是学校学不到的呀，学校里头没有佛经哲学，没开这个课啊。啊，方老师晚年在学校开的是佛经哲学，我记得他讲过魏晋佛学、隋唐佛学，啊，这个大乘佛学，最后晚年台大退休，到辅仁大学博士班开了华严哲学。啊，他讲华严哲学时，我还去听过几次。啊，这个才搞清楚啊！啊，认识张家大师之后，就专心 学这个这门课程。啊，张家大师很慈悲，像方老师一样，每星期给我两个小时。至少是一个小时，啊，他有客人会给我一个小时，没有客人的话我两个小时。我跟他三年，啊，我这个佛经的基础是他老人家奠定，啊，没有这个基础，我跟李老师十年也不会有什么好成就。这个三年基础好啊，三年之后老人家过世了，我找到李老师，我跟他十年。啊，李老师麾下的同学很多，他没有这个张家大师三年的基础啊，我在那里打了三年基础，道台中十年管用了。
啊，虽然在那个时候我初中毕业，认真学佛13年，哎，也能讲20-30部经典，没有学位，还是初中毕业。啊，可是有个缘分，我这个老师给我介绍，在文化学院，以后的文化大学，我在那个时候是学院，在文化学院哲学系里面开佛经哲学，我讲了4年，啊，这个4年就取得大学教授的身份，以后到美国、到加拿大去弘法，起了很大作用。美国人尊重学术，啊，看到我有这个证件，啊，这个学校4年的聘书，啊，奖金的这些资料，所以办那个签证的手续就特别容易，啊，非常顺利。给我的待遇的很优厚，啊，所以现在这个时代，学历、资历很重要。你没有学历，有再好的能力，他不相信。他对你怀疑，啊，那么学真正学东西，现在学校学不到了。方老师跟我说过之后，这么多年来，在国内，在国外，我到学校去参观、去考察，真的不是假的，而且大幅度往下衰落。往后怎么办呢？啊，原因是什么呢？学生不好学，对学习没兴趣，不想学，只求文凭。啊，老师没办法教，不教书，他无法生活，他的生活来源就靠那一点薪金，就靠那些教学重点费。啊，那么再其次的，他要能够勤于著作。啊，出版几部书能拿到一点钱，生活不富裕，勉强能过得去。啊，所以现在学校真有问题，这叫教育有问题。社会为什么变成这样？总的一句话，教育造成。啊，这全球性，不是每个地区性，这问题很严重。啊，国际上有一些汉学家，他们对汉学，这确实有很深的造诣。啊，对中国文字，对中国的文言文，
佩服得五体投地，在西方宣传，劝导西方人要求真实智慧，一定要到东方来学汉学。所以现在形成这一两年国际上汉学日，啊，谈汉学的越来越多了，好现象。观经第三福，敬业正音呐。我们这一段经文，往生正音，啊，就是敬业正音，至诚忠信。诚者住得好，什么是诚？真心，真实无为也，解释得好。啊，我这一生当中，常常劝人用真心，不欺骗自己，不欺骗别人，我们心安理得，生活正常，睡眠安稳，啊，心里面不乱了，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，啊，这个就是方老师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。佛法里面说的法喜充满，孔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。这都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们在社会上没有地位，没有财富，啊，什么都没有，但是这个享受得到了，快乐无比，没有牵挂，没有忧虑。啊，我们看社会的现象，宇宙的现象，能看到几分真实，道理就在此地。啊，用真心，不用妄心。你要想这一生真正过到人生最高的享受，用真心不用妄心就得到，而且很快可以得到。啊，至诚忠心，真实无为，智者登峰造极，诚之极，故云至诚。诚之极，这就难了。什么人做到诚之极？跟诸位说，诸佛如来、等觉菩萨还差一个阶层。啊，证到究竟佛果，就至诚之极了。啊，这个地方诚之极，成佛了。啊，真诚没有达到极点，是菩萨。啊，真诚心，真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得了主了。是阿罗汉，啊，阿罗汉，辟支佛，用真诚心，啊，比起上面他们是少分，比起六道轮回他超越了，六道轮回完全用妄心，不知道用真心，啊，知道用真心的阿罗汉。辟支佛
所以叫至诚。忠者，尽心竭力。无论是学习，是工作，是待人，是接物，啊，都要尽心。我有多少爱心，有多少真心，要圆满的付出。我有多大的能力，没有保留，完全贡献。忠于国家，忠孝二字为世间美德之本。啊，六道轮回里面讲德行，讲道德。忠孝两个字是根本的。欲界天、色界天、无色界天，这世界法。这两个字非常重要啊，忠这个字就是你的心端正，不偏不邪啊，没有偏心，没有邪念，这叫忠啊。首先要忠自己，自己对自己都做不到忠，怎么能对人？没这个道理啊！孝的意思是一体，上一代跟我是一体，下一代跟我也是一体，再扩张来，整个人类是一体，再扩大，整个宇宙是一体。慧能大师《坛经》上讲得好，为什么是一体？能大师开悟的时候，他的报告是五句话，最后一句他说：“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”万法指什么？指整个宇宙叫万法。整个宇宙从哪里来的？是自性变现出来的。自性能变的，万法是所变的，万法是门类无量无边的，自性是一个。所以真正要知道，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。啊，那我们说，诸佛菩萨跟我们一体，没错，是一体。啊，二十八层天跟我们也是一体。啊，往下看，六道轮回跟我也是一体，三恶道是一体，三善道也是一体，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所以整个宇宙从哪来的？念头产生，大乘经上讲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你想什么现什么，想什么变什么。为什么不想极乐世界？为什么不想阿弥陀佛？就胡思乱想，胡思乱想，心乱了，心杂了，结果自己做不了主，随业受身，这苦不堪言啊！学佛的人终极的目标就是回归自信，就是圆满成佛。
要从哪里做起？我头一天见张家大师问了这个问题，我给张家大师说，佛法的好处，方东梅先生告诉我了，讲给我听了，我知道了，我向他请教有没有方法，很快让我就能契入境界。我要知道这个方法，我的问题提出来，他老人家看着我，我也看着他，我看着他，等他教导啊，他看着我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不说话，我看多久了，看了半个多钟点，半个多钟点说了一个字，有有，我们的精神马上提起来了，我等了半个小时了，啊有，啊有，他又不说话了，啊又看着盯着我，大概看了十几分钟，给我说六个字：看得破，放得下。说的简单一点，就四个字：看破，放下。那为什么看那么久呢？我到好几年才悟出来。我年轻啊，心浮气躁啊，啊，随便开口问的这一句话了。这句话太重要了。问这句话，他不回答我，他要等我，等什么？等我浮躁的气完全消了。才跟我说，半个小时，我也半个小时像入定一样啊，一心一意等他等，等他老人家开始啊，半个小时，啊，他是一有，我的心马上就浮起来了，所以不能说，又要搞个十分钟，啊，第二次再定下来跟我说六个字，看得破。放得下。那天我离开他，他送我到大门口，告诉我：“今天我告诉你六个字，你回去好好做六年。”我真干了。啊，看破是什么？把事实真相搞明白了，这看破。啊，绝不含糊笼统。啊，要搞清楚事实真相，放下，别放在心上。无论什么事情，好事坏事，啊，都不要放在心上。为什么？全是假的。念了《金刚经》，恍然大悟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这个宇宙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放在心上。你就吃亏了，为什么？你被境界迷了，你看不到真相了，看到真相就放下了，放下就看到真相啊，放下，别放在心上。我们今天念佛，心上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啊，无论好事坏事，佛法或者世间法都不放在心上啊。为什么佛法也不放？佛法是不是真的？哪来的佛法？正如自信清净心中一法不离，没有一法，哪来的法？因为有是法，所以才有佛法。佛法是因缘生的啊，自性里头没有生灭，不生不灭，没有现象啊，
它能现象，没有现象能现象，能现的相也不可得啊，能现的相诸佛刹土，佛报身所具的，是自性所现的，报身所具的，自性叫法身，法身没有现象，这个我们讲真的。所以不管是真的是妄，都不可得，都不能放在心上，这才能进佛门呐！啊，那么佛门现在难了，现在怎么没老师？我们到哪里学？哎，有，没有老师，处处都是老师。电视屏幕上学啊，电视屏幕听讲经啊，从头到尾，你把这个经听一千遍，看看开不开悟，很可能开悟了。啊，再读一千遍，大悟了；再读一千遍，大彻大悟了。有没有人做实验？有。我面前就两个人，这两个都开悟了。啊，怎么知道开悟了？没有学过的经，没有看过的经，你拿给他看，你念给他听，他就讲给你听，通了，一经通，一切经通。为什么？自性里头圆满智慧啊，只要见自性，智慧就现前。这个智慧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，所以全通了。啊，我们都要想一想，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，跟谁学的？谁是他的老师？没有，无师自通。怎么通的？看破放下，做到极处了，就通了。我们为什么不通？就是没有看破，没有放下。没有放下，堵塞了；没有看破，怀疑。问题在这里啊！是慧能大师没人教他，他大彻大悟，什么都通，样样都通，没念过书啊！然后回过头来，我们再看中国孔子，孔子圣人，孔子要出生在印度，就大家称他叫佛陀。释迦牟尼佛要出生在中国，中国人叫他做圣人。中国这个圣人跟佛陀的境界是相同，地位是平等的，就是佛。老子啊，庄子、孟子，大菩萨了。老子、孔子、文武周公都是佛陀，都是无师自通啊。所以你真正想学，不是不能学，只要你真听话啊，关键是听话老实真干，有这三个条件你就会成功啊。我们找一条光碟在家里学，我刚才讲有两个人，第一个
东北的刘素云，刘素云居士啊，他每天，我估计他念无量寿经十个小时，20年没间断，他成功了。无私自通，啊，他什么都通。啊，还有一个胡晓林居士，在北京搞企业的，他最近6年专攻一部书。《大乘起心论》列王所，欧耶大师的注解，连论带注解，读了3000遍，通了。到我这儿看我，我叫他讲给我听听，我把他录像录下来。他告诉我，古人这两句话一点都不错，不是骗人，啊。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1000遍小悟，2000遍大悟，3000遍大彻大悟，不难呐、啊，这是真法。这是佛菩萨替我们开的大门，悟门呐、啊。你要觉悟啊，啊，觉悟之后学会没问题。我跟你说，我这一生啊，初中毕业，毕业证书早就丢掉了。啊，现在我有4个博士头衔，这是学校送来的，不是我找他要的。是他主动送过来的，4个都是的，都是学校主动送过来的。啊，怎么送过来？这校长跟我聊天，越聊越有兴趣，越聊越舍不得离开。啊，多几次聊天他就送来了。啊，所以这个道理我们要懂，我们不求，人家送来我们也不拒绝，啊，拒绝对不起人，好意但不是恶意，啊，那么世间人承认你有博士实质。实至名归啊，学位送给你，对社会大众也是一种鼓励啊，没有能力，没有人护持你，你没有办法进入大学，但是自己肯用功肯学习啊，大学还是一样关照你，一样的照顾你。那未来，知识分子越来越多，学校越来越多，学习的人越来越多，所以现在没有文凭的学校，一般人不敢去读。读了之后，虽然学到东西，没人用你。现在社会上用人，不是看你能力，看文凭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。啊，所以“忠孝”这两个字太重要了。啊，尽忠对谁？对自己。啊，自己用心
不偏心，没有邪念，不偏不邪，这就是中。心此处之事法，为真实不欺也。不欺骗自己，不欺骗别人，不欺骗自己叫诚，不欺骗众生叫信。断恶修善，从这个地方下手，从这地方做起。我们再看底下一段，身心因果，因果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当信佛经与圣，当信作善得福，奉持如是等法，不得窥视。前面两句是讲你信，信什么？佛不骗人，佛的语最真实，所以圣贤人，我们叫佛跟法身菩萨、大菩萨、文殊普贤、弥勒、地藏观音，这都是等觉菩萨，跟佛一样。决定没有一个字的妄语，所以读他们的经要相信了。四库全书第一个部分是经，经是圣人说的。我们就看古文化里头，所谓还有糟粕，还有精华。经里面全是精华，没有糟粕。像诗里头，子书里面，文集里面可能有。但是要知道，四库全书，乾隆当年派了300多个中国著名的专家学者，干什么？取舍。如果是糟粕，看了没好处的，浪费时间，去掉。能够入四库的，都是好书，都是精华。没有糟粕，这个要知道。你要想认识这本书值不值得看，查查四库目录有没有，如果有就值得。为什么？不值得都摔下去了。当年收集的图书是能入四库的，是一部分，跳出去的比四库分量还多。我们还要怀疑吗？再说我们有智慧去怀疑吗？我们没有这个能力。所以也有人问我，问的人是有意，我也了解，问我经书里头有没有糟粕，我就答了个开玩笑的话，我说有。他很惊讶，怎么有糟粕？怎么会有呢？看不懂的不就糟粕？
这大家一笑了之。你看不懂吧？你就是以为他那叫糟粕啊。那问题不是说这样，他自己程度上的问题。啊，所以佛经，你看这个注解，这个注解，黄念祖引用了83种经论经典呢，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，这些祖师大德都是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。所以这个汇集本跟注解，要把它当作经来看待。啊，句句真实，真实智慧，真实功德。啊，就真实不起。下面是第二句，身心因果，教我们忙中念佛。啊，这身心，佛经身心，断卧修善要身心。这个地方的性质，指出世法，位于诸法之实体，三宝之净德，与世出世之善根，身为信要，实心诚信是为信。这个心的意思说得很广，说得很深。啊，指的是什么呢？世出世间法全包括在里头。啊，因为一切法的实体是自性的，一切法的实体也叫真心。啊，真心，华严经上说的遍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刹土，从哪来？唯心所现，这个心就是真心。唯识所变，这是妄心。啊，真心迷了，真心就变成妄心。啊，真心现的法界是极乐世界，是诸佛刹土。妄心现的法界是十法界，是六道轮回。妄心现的，妄心是什么？念头，妄念。诸位要知道，真心没念头啊，没有念头能现缘啊，没有念头，遇到这缘它就现。缘里面最多的、最复杂的是关系，人与人的关系，人与畜生的关系，人与山河大地的关系，人与树木花草的关系，与万物的关系。那是什么时候结的缘？无量劫来，不是这一生一世，无量劫，过去无始，无量劫又无量劫，找不到开头，未来找不到结束。这里的含义很深，深到什么程度呢？真的认到真相就明白了，没有开头，没有结束。没有开头就是没有生，没有结束就是没有灭，法身不生不灭。
啊，它能显一相，相都是原生的，啊，既是原生的，都不是真的，啊，不但是八识所生的相是假的，那就是十法界一真庄严假的，自性所现的相也是假的，也不是真的。为什么？它没有生命。一个有生命，有生命是假的，没有生命也是假的。啊，这很有趣味啊！啊，你慢慢把它观察到了，你就自自然然统统放下，不再添麻烦，不再给自己加一点负担。啊，现在的负担就好像我们到马路上看到许多人背个包，那就是负担。啊，佛菩萨把这个包都丢掉了，看破了，放下了。啊，那你需要的东西，印念而生，心想事成，想什么有什么，你还要背在身上干什么？没有这个必要了。诸位，真搞清楚，搞明白了，还是极乐世界好啊！应当要去。我们要修三宝净德，是处是法里面一切善根，身为信仰啊，这个善根，世间法的善根是什么？孝亲尊师，啊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世间法的善根啊。那么在今天麻烦的是孝道丢失了，师道也丢失了，所以孝敬的人没有了，没人教过他，他也没看到孝敬的样子，啊，我也要看到这一点。怎么叫？啊，讲堂，我们摄影棚，我都挂上老师的照片、父母的照片，不忘本。啊，老师父母在，我们尽孝。我们关心，我们照顾啊，特别是晚年啊，老师的儿女跟我们亲兄弟一样，有困难要帮助这个是善根的根本。我们对于老祖宗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什么？简单的讲是二个字：孝悌忠信，礼义廉耻，仁爱和平。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。一部《四库全书》写的就是写着。与这十二个字不相应的，决定不会放在四库里头，都被跳出去了。啊，细说，
四空、五轮、无常、四维、八德。啊，五轮，人与人的关系，自然的关系，不是哪个人创造的，不是哪个人发明的，夫妇自然关系，父子自然关系，自然关系叫道啊，它不能改变的。啊，君臣的关系，就是领导与被领导，长幼的关系，朋友的关系，这是天道啊。任何一个人，你到人间来，跟人相处，不外乎这五种关系。这五种关系怎么处？父子要孝慈，老师要尊敬，啊，夫妇要和睦，长幼要有大小，要有先后，啊，朋友要有信义，讲仁、讲信、讲义，这才算是个人呢。如果伦常这个东西统统丢掉了，那不叫人，人跟畜生没两样。啊，畜生跟人的差别，人有伦常道德，畜生没有啊。啊，这个我们要相信，要欢喜接受。啊，那么这就是世间法。如果出世间法呢，加上一句实心诚信，这些有没有做到？做到了。有没有放在心上？没放在心上。没放在心上，心清净。啊，清净心里头，善恶两边都放下了，是出是法也都放下了。唯识论里头讲，云何为心？于识德能，圣人要语，心静为心。注重在最后这句。啊，识是真实，真实是自信。自信里头有无量智慧，有无量功德，有无量才艺，有无量德能。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，见性就明白了。啊，真实，自信是真实，无量功德，无量的能量，都在自信里头。所以什么最重要？明心见性最重要。对这个圣人认识、同意、认可。啊，要是喜欢，啊，日是认真学习，心静为心。啊，如果心不清净，这是德，就不叫心，就叫德。心清净就回归自信啊，原来它就是自信啊。有大乘一章里面说，与三宝等尽心不移，名之为心。三宝是佛法僧，现在
能尽心不疑吗？太难了。为什么？现在人从小就养成怀疑，这个德好难好难。啊，看佛经想到这个佛经从印度梵文翻译过来，难道没错误吗？有没有一句一字犯错了？这现在叫你翻一篇东西，肯定有错误啊！每个人翻的不一样啊，怎么能叫人不会？啊，这个佛一代一代传下来，传了几千年，真有其人吗？啊，是真的还是假的？还是古人伪造骗我们，怀疑全来了。对经书怀疑，对出家人怀疑。出家人真的六根清净吗？真的放下了吗？所以麻烦大了，信心好难生。那古时候信心为什么那么容易？从小培养，从他一出世，父母不骗他。啊，他长大了，会说话，会走路了，他们一家人不骗他，都给他钱挣。长大之后，看到老师、同学，看到些陌生人，都讲信用。没有不讲信用，他就相信。啊，他看到了，所以现在疑心太重啊！啊，那么又居舍论也说，这小乘论，信者令心成见，经闻佛经，并信经语。甚深啊，这四个字很重要。心能令心沉静，我们的心静不下来，我们心里头有很多染污，洗不干净。这个地方教我们方法，修信心就能帮助你心静下来，沉静就是我们经题上讲的清净心啊，清净心是真心，没有染污啊，心不怀疑，可以叫自己心清净。这个话真的，我们心不清净的人对什么都相信，都不怀疑，他的心很容易静下来。这是个很好的方法。啊，大论云：“性为能入。”啊，入是什么？入就是开悟，入进去了。啊，那我们今天读佛经，今天没有高人跟我讲起，我们能如吗？能，相信就能，相信古人一门深入，学只能学一步，不能学多，学多学杂了，学乱了。功力应不上，推这个毛病。那学一门，一门学完之后再学一门，可以。那第二门学完之后学第三门，这个行，一样一样的学，都能成就。啊，一门没有学成就，绝不学第二门。
这是学习重要的方法。大论、大制度论所说的信为能入啊，能够入大乘，故能从人乘而直取大乘的圆满。大乘是圆满的，念佛求生也，这是教给我们。我们先从人人生，对什么事情都不怀疑，怎么不怀疑？我们相信所有一切人都是我自性变现的，我相信六祖能大师的话，何其自性能生万法，人是万法当中的一种，是我自性生，我不怀疑，我能相信啊，我能相信人性本善，不善不善是习性，是他遇的不好的缘学来的，他的本性是善良啊，相信人性本善，对于别人做错事情自然就能原谅，他本性本善嘛，可惜没人教他啊，他被坏人被环境养坏了，情有可原，不计较了啊，不会惩罚他啊，帮助他回头，帮助他增长信心。啊，这是相信佛法，相信佛法你就能得到佛法，佛法能帮助我们脱离六道轮回啊。下面佛性因果不虚，故性作善得福而精进向善，这条信心很重要啊。你比如你如果真正能相信这三种布施的三种果报，你不会骗人，你不会做坏人，为什么？你明白了，财从哪来的？财布施来的。他财比我多，他布施比我多。啊，我要拼命布施，我要赶上他，我肯定比他更多。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啊，聪明智慧，喜欢给人讲经说法，喜欢劝人为善。啊，帮助人断恶就生智慧 啊喜欢救护一些众生的健康长寿啊，全是因果，只要你相信真干，你果报一定不虚啊，所向知道所善的福啊，啊，你就会精进向善。奉持如是等法，指上面所讲的善法，无得亏失。啊，你没有亏，没有失掉，亏是减损，没有降低，没有失去。啊。以上数据经文，从当心到窥视，必要从世间人尘去向极乐一尘。我们要学，要重视我们这一生的人生，不容易，太难。经上讲，三途一度，五千劫。你就晓得，
不能做坏事，不能欺骗人。啊，欺骗人，做坏事，无千劫离不开三途，轮回，三途里头轮回，地狱、恶鬼、畜生，苦不可言呐！好不容易的人生，遇到不好的环境，马上又迷了，你说多可怜？怎么保证自己不迷？经书不能丢掉，经书要怎么学习？要认真学习，就是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我一千遍读完了，我讲给别人听；两千遍读完了，我再讲给人听，讲得更深，讲得更广。啊，三千遍念完了，我再讲给人听，讲得更透彻。啊，让人不会怀疑了。法布施，得聪明智慧。啊，无微不施，得健康长寿。无微，素食就是第一个。我采取素食，不再跟众生结恶缘，自己长寿啊，自己健康啊。果报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示范。他每天干活是劳作，劳动身体。啊，干到什么时候？往生的当天还干了一天，在菜园里头种菜，忙了一天，晚上走了。你看，这一天都不肯休息。做榜样给我们看啊，这个表从世间人尘去向极乐一尘，我们应该要做的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学习到此地。